我需要一本护照，弄到以后到段叔那里等我。 说过江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是没想到你先下了手。小贩不是我杀的，整个事情从头到尾都有一只黑手在幕后操纵。如果我推测的没错，只要你一开枪，马上就有警察来抓你。这是一石二鸟，等我们自相残杀完了，这只黑手才会出现。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相信。 在江湖上混，要用用脑子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信不信随你。别动，过来，好好。 进去。对不起啊，张先生，因为有人报案说你家发生了命案，误会误会。哦，董先生是我的客人，他可以走了吗？ 要你来的，为什么连老人跟女人都不放过？谁付我钱，谁就是我老板。我有好几次可以干掉你，我到现在不是靠运气，是没人付钱要你的命。你敢开枪吗？杀了我，你永远不知道答案。
不要那么紧张嘛。谈个条件，你放我走，我给你个暗示。这是我杀老段的酬劳，100万现金支票。快！